那小姑娘就是那老头的闺女，叫四妞。那老头也是咱们同行，从前也唱过老生，姓陈。你是真陈渠道啊？跑龙套的讲的。李老板也知道，李老板从前在口外唱的时候，那老头子在那园子里还是挺硬的里子呢。哎，学识哪里学习呀？可是也没有多少年了，怎么就落成这个模样了？这年头那就风齐了，大红大紫的李老板如今娃儿也就降了个儿了，哪儿跑出来那么一个陶艳云，唱玉堂春还得咱们李老板跟他配蓝袍。哎呀，陶艳云也没有那四妞唱的好啊。我也那么说呀。钱今儿是没有了，你再去问他要啊。他说是没有了吗？哎，你听我去呢。那么我再去找到他。没有。
你们这个，哎，人家从怎么来的？人都从霸王街里来的，哎，这不是拿桥吗？这个，您这是什么话呢？这怎么说是拿桥呢？人吃五谷杂粮，谁保得住不生病呢？这是什么话呢？我倒不是说你们老板拿桥不拿桥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真急了，我跟他，无论怎么样，哎，这秦明老板得辛苦一趟，辛苦一趟，人家他肯来呀、啊，哎，那就得老哥你帮忙了，哎，回去跟你们老板多美言两句，大家把这台戏唱完了，有话好说呀。我愿意跟您说话，人家是病着了，这不是动嘴的事情啊。我明白，我明白，大家有话好说，哎，二爷。你心里上得了，哎，你心里上得了。我说二爷，你经理跟您说了半天了，拿高灯快下了，空身镜叫上，傍晚已经够脸了。哎，得了，你别多说了，你给二爷拿车呀，拿车去，这二爷回去得了。我给二爷拿车钱，您请楼上歇歇。哎，你心里上得啊，你给把身材叫二叫来。好，没有这话了，这车还回去，您辛苦一趟了。翻了啊！得。您勾您的脸，勾脸，这事情您可管不着了，这是老板的事情。勾脸。再说卖满座，人家也冲着您霸王一半啊，黄老板黄大奎，谁人不知呀？哪个不晓得？你别改我，人家是角。好啊，对，人家是角。咱们是棒槌，棒槌还有个圈呢。你是擀面杖。啊，小宝和人打球喽。骨头。别开玩笑了，一台戏啊，也不是一个人能唱得了的。大家伙儿在台上多卖点力气，识货的主儿究竟是有的。话可就那么说了，要是人家陶艳云真的不来呀、啊。眼前说这霸王别姬可真上不了啊。反正啊，咱们贴什么戏啊唱什么戏，您说对不对？啊，您都画上脸了。哎，就属他性急，已经勾上了。哎，那可是你叫我画的。对，李老板，喂，空城计上了。我知道了。哎，陶老板这会儿还没来，空城计可得马后点。你说的对，我观察他们一下。对，四大将起四个全霸，这会儿得两刻钟了。盖博士，盖老板，你别净说废话了，陶艳云要是真不来啊，等会儿一闹退票，甭说大家没脸，连媳妇儿都拿不着了。哎，看在媳妇儿的上面，大乔应该拿过之一笑。这我得找谁来替上虞姬呢、哎？你的脑子灵，你想想看。李少卿吧，没嗓子；金丽云吧，身段又不灵。小宝红，你呀，没份儿，什么骨头？
这么大的气呀、啊？人家老板是真急了，报纸贴出去了，座也真上满了。您就是不冲着老板，冲着座儿，您也得唱啊！不唱不唱，你小姐就是不唱，你就欺负我，向着人家去，冲着座也得给钱呢。王八，把我资料拿来。小姐，钱是怎的给您的？他压根也没有说不给您呢。等您去了，唱完了，老板自然会把钱送上来了，那显得多么漂亮呢！那是人话呀，唱完了他更不给了，你快给我滚，都他们说好的嘛！得，快点！哎，我去，我去，我拿不了钱，我抓老板来，那还不行吗？抓老板来又怎么样？你还说废话！得，您吃药吧。不要吃药。手摘停摆他打，这不是糟糕吗？哎，怎么这个事还不肯来啊？啊，没有再比您盛名的，小姐们闹点病，这是常有的事情。还是那句话，不是动嘴的事情，您的。马一带领人马夺取西城，打劫他打，这不是第一次了吗？这个，哎，那可没办法了。好了好了。我们这么办好了，你请他来，孔生弟已经唱一半了，也该办戏了，我这给凑款，他办好了，我在那天他可以再不唱了、哦、马一大兵离西城还有40余里，逮他杀。小姐，怎么样了？请您先去，去了就有钱了。混蛋，陈龙这就上了，虞姬还没到，这玩笑太大了。这玩笑太大，这真是开玩笑。哎，四爷，你有什么办法没有？老板呢？老板呢？那正发急呢。这怎么办？没人替呀、啊、我晓得没人替呀、啊、这怎么办？反正没你的份，你走开点，走开点。陈五爷，有了。我看要上了啊，你先上吧。这是四爷，四妞来了，我交给您了啊，我也要上场了。好，来来来，这边来。什么什么？您是陈老板？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是四妞，您的闺女。哎，是是是。唱得很好嘛，你有霸王别姬没有？有，刚教会。好了，这一台戏让您唱了，就。小脸蛋扮起了挺好看的。老朱本领雄浑，纷纷议言论。非是小人们纷纷议论，司马懿大兵到此，丞相不派能将对敌，敢将城门大开，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小人们劳心，这西城乃是到汉中的咽喉路径喽。站好了吗？来，站好了吗？
干呢？不能别干了，干呢？问问李老板，能让我做店打车工吗？店不要不用我们相干的，我们管不着。老道，这件事情啊，我简直办不下去了。怎么？哎，无论怎么样，你前台给我凑200块钱，给他送去啊，把这场戏唱完了吧？反正早晚我得改行。咱上不了那么些呀，后台的媳妇儿，前台的开销全靠支卖这点儿的。你不管了，你不管了，坐完闹退票，你不是更麻烦吗？你，好好，我去，我去。你在这是什么？现在天气天气呀，先空城计再战术，好吧？哎，随便随便，上来。好了，晚上没来，空城计战术，我可不干，后台还有事要办了。前台卖满座，孔成弟就下了，他们有紧急事还不来。今儿不来就再搞死，今儿不来就不唱好了，咱们不唱了。这个班一个月只有半个月的包金，到了号头上还是没有。干活有咱们干的，干一个又一个。你想啊，那娟儿挣了千二八百的，刚欠这么几千钱，他就拿汤，你我弟兄又算个什么呢？有亲土咱两国有有买主，有不有兵就得了胡思乱想，兵不把兵名就来来来，平常沉闷喽，听我不听。又是打成红的闹火一点，谁呀？这个，这李老板的朋友啊，要办的这。谈过了吧？哎，谈的足有足有，一句有说，有有有。哎，请您拿两句让他唱唱给我听听好吗？啊，这是200，拿过来吧。电梯已经上了，人家大老板的跟班还等拿钱了，哪说几遍？哎，唱什么呢？哪赶来的？哦，滚蛋！哎，你还等什么你？诸位。大家伙的事要我们大家伙来维持，棒鼻涕再不上场，眼看着就要退票。我看一七四妞能唱得了，我拉四妞去跟老板说，大家的意思怎么样？好的好的好的。当听李老板所指。请您等一等啊，慢慢。50、100、150、200块钱，您拿着，拜托拜托，越快越好，越快越好。您信不信吧？走，慢点，慢点。做什么？老板，这事儿全拧着呢。怎么是影子了？老板，能不能我跟您说几句话？可以，你把话你说好。那么让我先走，你在这儿等等。哎，你也等等，你要走，你在这儿等等。老板，《霸王别姬》您还预备唱不预备上了？刚才我不要上，我这不是预备给他送钱去了？我问您，那得垫几出戏？垫得打成光，马上就下来了。这会儿给他去送钱，等陶老板来，化好了妆，散戏的时间也就到了。我知道啊，这个时候你说的话还有什么用处吗？这个时候他要赶紧拿个主意了。死路一条嘛，就是。哎，李老板，你有这么高的你说，我早就替您打算了，唯一的办法非得换角唱不可。哎，这不是白说嘛，就是。哎，李老板，你来个反串行吗？人家花钱的多，都是送到桃园有人来的。啊，李老板，请下来，咱们跟这个签下去了。对对，李老板，老板有200块钱方才给他拿出来，他要不拿出来，我们大伙就散了。对了，李老板，咱们这行全仗着大家伙齐心，连一个跑龙套的都不能少。他唱大瘦子的。为了一点钱临时拿球，那规矩就得论罚。罚什么罚？什么罚？大家伙饿着肚子，他抬肚子一拿球，您一送就是200。
说句细词儿，您何以不中啊？这回别打城隍啊！城隍下了命令了，判官不检点啊，咱们到判官。好好，把判官叫下来，搬下来到啊。电梯电梯啊，不要哭，走走走，咱们下下下，走走。各位先生，你不知道我这电梯的苦衷。假使后头霸王别姬办好了，我就是你们不同为倒下去了。哎，你们下边造反去了？哎，哪有蹦出个四妞来？哎，你们造反吗？你们别着急。我还在着急哟，何老板，我还在着急。哎，老板，这就是四妞。这就是四妞啊。这就是四妞。我要杀你们，要杀你们，这个这是埋没着的人才啊。到现在这个时候，这也叫做没法子的事。曹老板来，这出戏也上不去。现在让四妞扮上，前台要是捧场的话，那是一天之喜，就是唱砸了也不过是个退票啊。哎，我说老板，到底要不要曹演员来？让我待着干什么呢？哎，你慢慢的等一等，我保险他能唱。您想想，我让我想一想，让我想一想，您想想，我保险他能唱的。那不行啊，不行，这样的。哎，他也没有漏过。哎，最近的戏怎么这个倒台戏多多，先不给人通回来吗？这个，开吧。老板了不得了，前台通上来了，大小拿个主意吧，还是把陈小二押回去。请老板来好了啊。行不行啊？现在只有一条路，除了让，没有第二个办法。前台总有招的呀。于是一上场啊，准是满堂彩。那时候您有一张红纸，上写曹艳云因病请假，可烦陈小香小姐客串您于姬。自己引子念完，座位听好，管饱哄起来，一唱就红了。好好，我再明白。等等，跟老板说一声。哎，您的意思怎么样？办的，你办的，你好，好了好了，你办就好了。宋春娘，骂哪个人办的？等等，来来，下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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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底下可通上来，快点！哎，底下都通了，好叫了半天了。于姬让四妞上，大家看怎么样？好，赞成，欢迎。霸王别姬办好了，我马上就上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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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要到板门，你们现在出通告，不开出衙户，把他三千包银。好好，怎么疼啊？你们后台几个命了？怎么呀？怎么呀？好好，给他办一件，快点快点，走走，马上就走。走，我看看，花三千包银，搁这儿了。哎，这怎么弄啊？这个，这有行规啊。人家是抬褥子的，斗起来可不得了去了。大家伙说，该罚不该罚？唱得了唱不了，咱们这回不打判官，判官点了点啊，小鬼不许拿，咱们揍小鬼，把小鬼搬哪去？来来来，搬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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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搬Thank you.
得得，这份差事我也真当不了了。王八，哎呦，把我的药拿来。药瓶子不是给您砸了吗？哎呦，你快给我滚！得了，别砸了，砸坏了还不是您自己花钱吗？砸！砸我！我还要到园子去呢。哎呀，眼光森林。月去向望啊头，哇！等飞机上了再出通告，你先打过去啊。这条下子。哎，李老板，这个玩笑太大了。您放心，没错没错。四牛沉住气，别害怕。四牛，你疼吗你？你不疼也得行。行啊，行啊，沉住气、啊。爸爸，我不行的呀。行啊，行啊，没关系，沉住气，没关系，沉住气，沉住气。我看你们的，我看你们的，这哪能疼啊？这，沉住气，往上垫啊。您关照他一下啊。好好好，你进去，你进去。
父母妻儿依靠谁？